现在是要爬上去，从北面这比较难的一面滑下来之后呢，再找一个另外一个山再去登顶，不容易，不讲了，再讲话没气儿。谢霆锋晒出超级斜坡滑雪的帅气视频，郭文熙因担心艺人安危喊话，再做危险动作就要续约20年，这下要从16岁签到60岁了吧。